友乃时常亲爱，历困苦彼此也同在，共你一起世事多美，齐颂赞上帝创天地。时间是有爱凭证，每说出口感觉平静，时哭泣时欢笑，原来两夜同和妙照，交出一颗心为基督心意作奉献，出一片真全尽美善意，各守岗位分工，目标当中有近或远，梦想色相爱护是靠恩典，担忧心着急，为主的工偶尔对立，但基督的救恩仍在接纳，诗篇136篇1至9节，你们要称谢耶和华，因他本为善，他的慈爱永远长存。你们要称谢万神之神，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。你们要称谢万主之主，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。称谢那独行大奇事的，
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。称谢那用智慧造天的，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。称谢那铺地在水以上的，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。称谢那造成大光的，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。他造日头管白昼，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。他造月亮星宿管黑夜，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。你们要称谢耶和华，因他本为善，他的慈爱永远长存。诗篇136篇是一首赞美诗，共有26节经文，每句都以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结束。今日的经文一至九节，诗人称颂耶和华独行大奇事和祂的创造。诗人呼吁百姓子民都要称颂耶和华。上帝用智慧造天，铺地在水上，造成大光，造日头管白昼，造月亮星宿管黑夜。此刻让我们环顾四周的奇妙创造，赞美耶和华上帝的名。列王纪上22章。亚兰和以色列之间三年没有战事。第三年，犹大王约沙法来见以色列王亚哈。以色列王对臣仆说，你们都知道基列的拉末是我们的领土，我们岂能坐视不理，不从亚兰王手中夺回来呢？他问约沙法，你愿意同我一起去攻打基列的拉末吗？约沙法回答说，你我不分彼此，我的民就是你的民，我的马就是你的马。约沙法又对以色列王说，你要先求问耶和华。于是以色列王就召来了大约400名先知，问他们，我可以去攻打基列的拉末吗？他们说，可以去，主必将那个城交在王的手中。但是约沙法问，这里没有耶和华的先知供我们求问吗？以色列王回答说，这里还有一个人，是暗拉的儿子米该亚，我们可以托他求问耶和华，可是我厌恶他，因为他给我的预言都是有空无吉的。约沙法说，王不要这样说。以色列王召来一名内侍说，你快将暗拉的儿子米该亚带来。以色列王和犹大王约沙法在撒玛利亚城门前的幕墙身穿朝服，坐在宝座上，众先知都在他们面前讲预言。基拿拿的儿子西底加做了两只铁角，说，耶和华这样讲，你必用这个铁角抵亚兰人，直到毁灭他们。所有的先知亦都预言说，去攻打基列的拉末吧，一定得胜的，耶和华必将那个城交在王的手中。去召米该亚的使者对米该亚说，众先知都异口同声地向王讲吉言，你就好像他们一样讲些吉言吧。米该亚回答说，我凭永活的耶和华起誓，耶和华对我讲什么我就讲乜嘢。米该亚来到以色列王面前，王就问他，米该亚，
我可唔可以去攻打基列嘅拉末啊？米该亚回答说：上去攻打吧，一定得胜。耶和华必将嗰个城交喺王嘅手中。王却说：我要嘱咐你多少次，你先至肯奉耶和华嘅命对我讲实话呢？米该亚说：我睇见以色列人四散喺山上，好似冇牧人嘅羊群一样。耶和华话：呢啲人冇主人，让佢哋各自平安嘅回家去吧。以色列王对约沙法说：我唔系同你讲过咩？佢俾我嘅预言都系有空无吉嘅。米该亚说：你要听耶和华嘅话。我睇见耶和华坐喺宝座上，众天君侍立喺佢嘅左右。耶和华话：边个愿意去引诱阿哈到基列嘅拉末去送死呢？众天君议论纷纷。后嚟有一个灵站出嚟对耶和华话：佢愿意去。耶和华问佢用乜嘢方法，佢话：我要做方言之灵，进入佢众先知嘅口中。耶和华话：你必定能够成功，就咁样做吧。而家耶和华已经将方言之灵放喺一啲先知口中，耶和华已决意降祸俾你。基拿拿嘅儿子西底家听咗米该亚嘅话，就上前打佢嘅脸，说：耶和华嘅灵点会离开我向你说话呢？米该亚说：你躲进密室嘅嗰日就知道啦。以色列王下令说：将米该亚交俾亚扪总督同约阿斯王子，话俾佢哋听，王话要将呢个人关喺监里，只俾佢一啲饼同水，直到我平安嘅翻嚟。米该亚说：如果你能够平安嘅翻嚟，耶和华就冇藉着我讲说话。佢又话：众民啊，你哋都记住我嘅话。以色列王同犹大王约沙法出兵攻打基列嘅拉末。以色列王对约沙法说：我要改装上阵，你就穿王袍吧。以色列王就改装上阵。亚兰王已经吩咐他的32名战居长不可以跟对方的大小军兵交锋，只攻击以色列王。战居长看见约沙法，以为他一定是以色列王，就转过身来攻击他。约沙法高声喊叫，战居长见到他不是以色列王，就不再追杀他。有人随手放了一箭，射入了以色列王的铠甲缝中。王对驾车的说：调转车头拉我离开战场吧，我受了重伤啊。那一日战事非常激烈，阿哈王被人扶住站在车上迎战亚兰人。到了黄昏，王就死了，车上流满了血。太阳快要落山的时候，以色列军中传出号令，叫人各回本乡本城。王死后，他们将王的尸体运回撒玛利亚安葬，并在撒玛利亚妓女洗浴的池边洗他的贱居，有狗来舔他的血，正如耶和华所言。阿哈其他的事，他的一切所作所为和他建造的象牙宫和各城邑，都记在以色列的列王史上。阿哈和祖先同年后，他的儿子阿哈谢继位。阿哈做以色列王第四年，阿撒的儿子约沙法登基做犹大王。约沙法35岁登基，在耶路撒冷执政25年。他母亲叫阿苏巴，是示利希的女儿。约沙法事事效法他父亲阿撒，不偏不离，做耶和华视为正的事。但是他没有拆毁丘坛，百姓仍然在那里献祭烧香。约沙法和以色列王修好。约沙法其他的事，包括他的工业和战绩，都记在犹大的列王史上。
约沙法除掉了他父亲阿萨时代遗留的南庙记，那阵时以东武王由总督治理，约沙法又建造了一批他斯船，要到俄非去运载黄金，可是没有成行，因为船只在以秦加别失事了。后来阿哈的儿子阿哈谢请求约沙法，让他的人跟约沙法的人一起出海，但是约沙法拒绝了。约沙法和祖先同眠后，葬在大卫城他的祖坟里，他的儿子约兰继位。由大王约沙法执政第十七年，阿哈的儿子阿哈谢在撒玛利亚登基做以色列王，执政两年，他做耶和华视为恶的事，报他父母的后尘，效法以色列人陷入最终的尼伯之子耶罗波安。他好像他父亲一样供奉祭拜巴力，惹以色列的上帝耶和华发怒。以色列王阿哈邀请犹大王约沙法一起攻打亚兰王，想要夺回基列的拉末。约沙法要求阿哈先求问耶和华，阿哈召来大约400名先知，他们在方言之灵中讲话可以去攻打基列的拉末，一定得胜。只有音拉的儿子米该亚开始以讽刺的口气说会得胜，却讲真话给阿哈听，说耶和华决意降祸给他。阿哈听了忠言逆耳的话，将米该亚关在监牢。结果阿哈在迎战亚兰人的时候中箭被杀，流满鲜血，有狗来舔他的血，正如耶和华所言。求主赦免人与人之间的阿谀奉承，即使在属灵的群体为讨好他人讲人想听的好话，却违背神的旨意。求主怜悯群众的压力，确实让人不敢表达个人从神领受的睇见，怕被排斥和攻击。米该亚甚至被假先知打脸责备。求主诚实的灵感动我们学习米该亚，坚持做诚实的真先知，神对他讲什么他就讲什使徒行传十三章十六至到四十一节，保罗站起来向大家挥手示意，话：各位以色列同胞同各位敬畏上帝的外族朋友们，请听我讲。以色列的上帝拣选了我们的祖先，让他们在埃及寄居期间人丁兴旺，成为大族。后来他伸出膀臂带领他们离开埃及，他们在旷野漂流的那40年间，上帝一直照顾容忍他们。
后来上帝又灭咗迦南境内嘅七族，将土地分俾佢哋作产业，前后历时约450年。之后上帝又为佢哋设立士师，直到撒母耳先知嘅时代。后来佢哋求上帝为佢哋立一位王，上帝就选立便雅悯支派中基士嘅儿子扫罗为王，执政40年。之后上帝废掉扫罗，选立大卫作王，并为佢作证话：我找到了耶西的儿子大卫，他是合我心意的人，他必遵行我一切的旨意。上帝照自己的应许，从大卫的后裔中为以色列人立了一位救主，就是耶稣。在耶稣还未公开露面以前，约翰已经劝告以色列人要悔改，接受洗礼。约翰在工作快要完成的时候说：你们以为我是哪个？我不是基督，在我之后来的那位，我连帮他解鞋带都不配。弟兄们，各位亚伯拉罕的子孙和敬畏上帝的外族人啊，这个救恩之道原是传给我们的。可是耶路撒冷的人和他们的官长不知道耶稣是基督，虽然每个安息日都诵读先知的信息，却将基督判死罪。这个正应验了先知们的话，他们虽然找不到判他死罪的理由，却强求比拉多将他处死。他受死的记载全部应验之后，有人将他从十字架上拎下来，安放在石墓里，但上帝却使他从死里复活。之后有好多日，那些从加利利跟从他上耶路撒冷的人都看见过他，他们如今在百姓中都是他的见证人。我们要报给你们一个好消息，上帝给我们祖先的应许，他藉着使耶稣复活已经为我们做了子孙的成就了。正如诗篇第二篇所讲：你是我的儿子，我今日成为你父亲。圣经曾这样记载上帝使他从死里复活，永不朽坏的事。我必将应许大卫的圣洁、可靠的恩福赐给你们。又在诗篇上讲：你必不让你的圣者身体朽坏。大卫在世时遵行上帝的旨意，最后死了，葬在他祖先那里，肉身亦都朽坏了。然而上帝使之复活的那位却没有朽坏。所以弟兄们，你们应该知道赦罪的信息是藉着耶稣传给你们的。你们靠遵行摩西律法不能够被称为义人，只有信靠耶稣才能够被称为义人。你们要当心，免得先知讲的话应验在你们身上。藐视真理的人啊，看啊，你们要在惊惧中灭亡，因为我要在你们的时代行一件事，即使有人告诉你们，你们亦都不会信。保罗同同伴从帕弗乘船到庞菲利亚的别家，再来到比西底区的安提柯。在安息日那日，他们入了会堂，保罗劝勉众人，从以色列人被上帝拣选的历史开始。上帝让以色列在埃及寄居期间人丁兴旺，成为大族，后来带领他们离开埃及，在旷野漂泊40年。上帝灭了迦南境内的七族，将土地分给他们作产业，设立士师，直到撒母耳先知的时代，又为他们立扫罗为王，后来选立大卫作王。上帝照自己的应许，从大卫的后裔中为以色列人立了一位救主，就是耶稣基督。耶路撒冷的人虽然每个安息日都诵读先知的信息，却不知道耶稣是救主，却将基督判死罪，将他钉在十字架上。上帝使耶稣从死里复活，
保罗以诗篇力证上帝俾以色列祖先嘅应许，已经藉住耶稣基督嘅复活而成就啦。感谢神救赎嘅恩典，佢唔单止信守同人所立嘅约，佢俾世人嘅应许，亦都按佢嘅时间一一实现。在他的历史中有迹可寻，叫人可以相信。感谢神给我们他的话语。今日求神叫我们每个主日诵读圣经，聆听信息，更要活出信仰真实的生命。箴言十七章十七至十八节，朋友乃时常亲爱，弟兄为患难而生，在邻舍面前击掌作保，乃是无知的人。今日箴言指出，朋友时时彼此关爱，弟兄为患难而生，无知的人才会为他人作保。求神叫我们爱心中有智慧，一方面关爱朋友，同他们共患难，另一方面不要盲目作保，使作保受保者两人都陷入财困。六月二十号灵修思考问题，箴言十七篇十七节，朋友乃时常亲爱，弟兄为患难而生。或许你有好多朋友，好似念书上以千计，有边一啲系真能够与你共患难嘅弟兄，并能够喺爱中向你说诚实嘅话，纠正你嘅错失呢？亲爱主，感谢你为我们的生命中预备了真正的朋友，以及为患难而生的弟兄。求主叫我们自己亦都乐意愿意成为其他人的真朋友，共患难的弟兄。祈祷是奉耶稣基督复活又得胜的名求，阿们。